大家好，我是杨伟山，也是呼呼 Studio 的国际创意总监。那我是一位导演，也是一个插画作家。那么，过去呢，曾经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制作。多年来，我在洛杉矶、在台湾还有在纽西兰来担任广告片、儿童电视剧，还有各样电影、纪录片、短片的制作人以及导演。那么，非常高兴有机会呢，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。什么是创意？什么是视觉艺术？